Oh, and by the way, thanks for the use of it. Anytime.历史上的土耳其曾经是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。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中国的经济啊，由于随着出口的减少，所以它要改变它的生产模式。 就称之为经济转型，在经济转型中间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李克强啊提出来要搞。